我帮你带干净的衬衫来啊。嗯，谢谢。今天晚上换我陪妈了。不用，她是我妈。二儿子，二儿子，二儿子。 台剧《不够善良的我们》，林依晨尽心为家庭付出，却一直被贺军翔忽视，让她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比不上老公的前任徐伟宁。你吃饱了没？我炒两个菜，马上就好。你想吃？何瑞芝，我会照顾好自己，麻烦你多关心一下姑姑。期待我拥抱遗憾。你凭什么这种态度？凭什么觉得这一切都是我的错？我做错什么？房子不是你买的吗？如果你那时候不想搬出来，你买房子干嘛？我现在很累，我不想跟你。如果你当初娶的是张怡静呢？好像不管怎么样。都是我的错，你不开心是我的错，庆芬不开心也是我的错，张怡静也，你知道救你一命的是他吗？你希望我做的，我都做了，到底还要怎么做？到底我还要怎么做？到底还要怎么做？你告诉我好不好？